妈祖绕境，台湾干净，许地球一个未来，耶！咱即马即个地球，并唔是咱的祖先来传予咱的，即个地球是咱甲咱的子孙成就来用的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观念，就对。因为咧，即个地球是咱甲子孙借来用的，所以咱应该是爱好好啊珍惜。当咱有一天无活伫即个地球的时阵，咱需要将即个地球非常完整、非常完美，安尼甲留予咱的下一代，爱害予咱下一代的子孙，这就是咱即代人的一个责任，就对。咱应该好好啊来爱护咱这个地球。过去咱所破坏的这个环境，咱应该爱甲恢复起来，要恢复地球自然的生命力，要来恢复地球的生态，安尼咱才有法度通尽起咱的责任，将这个地球搁较完整来爱护咱的子孙。这是你我这代人，大家应该爱共同努力，大家应该爱尽的责任。所以讲，透过今仔日这个地球日的活动，我们要许地球一个更好的未来。咱要让地球有一个更好的未来，每一个人都爱尽到责任。咱爱保护着咱的环境，咱应该爱恢复着咱的生态。咱唔好去让空气中，咱让咱的空气必须要较清气上。每一个人在呼吸的时阵，咱所吸的空气是非常新鲜的。咱必须要来让咱的水质有法度通更加清气上。咱吃的水、咱用的水，拢是真清、真清洁。这是咱大家共同的责任。所以讲，感谢大家共同来参与这个活动。咱也希望讲，大家来体认到咱大家责任了后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拢尽到作为一个地球公民的责任。大家共同来保护咱的地球。我相信除了吼，阮这个咧推动的哦，这个针对工厂吼啊，这个污染源哦的管制以外吼，咱大家伫生活中吼，咱嘛会当做吼啊，咱是不是咱车吼，咱就卖安尼伫啊怠速伤久。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，咱若车有问题时，咱就较紧来去哦，巡看卖咧，吼，啊，搁伫通常的生活中，哦，咱尽量卖食薰啦，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咱田吼，咱稻草吼，卖烧吼，啊，过来就是咱一寡民俗的活动，是毋是会当避免讲啊卖烧金啦，吼，啊烧香，啊，过来就是讲跑啊的部分嘛，会当尽量来减少来避免，啊，这拢会当会让咱的吼空气的品质更加好。